各位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，接下来就是撒切拉这个赞舞。
重建回来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哦。来，我把另外一个麦克风拿给我们的心肝，很喘吗？心肝还可以吗？我没有很喘，但是我泪流满面。因为尤其是刚刚我们的，可以给我一张卫生纸。来，我们工作人员卫生纸。然后刚刚我们勇士在呐喊的时候，我突然也很想哭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当你的文化回来的时候，你在舞台上面表演，内心的脉动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舞动。是，所以在都市呢，像比如说我跟心肝不同组哦，可是我们只要一个眼神的交汇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是不是一家人？是，那要点掌声。我知道天气很热，但是热情不间断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热情就是一把火，真的。那心肝，那既然呢，你看你的这个主人都在上面，那不如你看他们的衣服上的颜色，让大家都认识一下，好吧？对，我们的族服真的是很少很少会出现在大家面前了。我们大概用四种颜色来代表我们的族群。那第一个，大家会看到红色，红色这个颜色是代表凝血，因为那当时战争，我们血流成河，是血流成河，满地都是红色的。然后凝血之后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偏暗的颜色，也是牺牲的颜色。对，那黄色呢是代表土地，那很多的原住民的文化故事、传统故事都是始于神话，那有些是从石头还是从土地这边演变出来的。那我们萨奇拉雅是从土地长出来的族群，所以黄色是代表土地，就是我们心中有土，心中有母心。OK。那再来是蓝色，蓝色这个就是代表阿美族，因为刚刚说过了，因为阿美族保护我们，让我们隐姓埋名了128年，是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羽翼之下，然后慢慢的成长茁壮。到2006年，我们行政院终于正式成功，对，所以这个蓝色是代表阿美族，跟谢谢他们对我们的照顾。好，再次谢谢，哇，好棒好棒的战士，真的，我们由呼唤，然后。战士，我们战败了。那我们这位身旁这位族灵，那我们到最后就是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族人为了战争，然后为了保护家人，是牺牲掉生命，没错，心中也非常的不舍。那我可以请教一下，这个比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呢？阿莎终于知道切到重点了。每一个族群都有一个 logo， 哎，那三角形，大家可以跟我比一下，来，各位祝福的意思。祝福这个三角形，不管你是正方形、正三角或者倒三角，都是代表我们萨奇拉雅族，所以三角形呢就是我们的 logo， 是我们的标志。哇哦！如果以后你遇到萨奇拉雅族的族人，就跟他比这样，就像一样比爱心一样，这个 logo 比爱心还要时尚哦。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通常战舞啊，我看过都是男生，但这次都是女生跳战舞哦。对，我们对不对？很厉害耶，对不对？非常多我们青年的那个女生少女们来展现这个战舞，要表示不仅仅是阿美萨奇拉雅族，不仅仅是男性是勇士，我们女性更是勇士，而且现在是要把所有的文化呢，让男生女生呢都可以让它珍贵的留下来。那我们可以讲一下，刚刚从祖灵召唤到战舞，到火中的这个死去跟起来，我们可以讲讲刚刚跳的舞吗？我们有没有？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认识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叫紫薇。紫薇，我好害羞耶。现在是19岁。19岁，好少女哦。来，我叫心妮，我今年13岁。你甚至萨奇拉雅族吗？哦，好白呀、啊。好，再来这位祖灵。我是小杰，祖灵，年龄保密。哦，小杰，再来。我是佩佩，19岁。佩佩，哇哦，很年轻，很年轻，很棒。我是 Coco， 19岁。Coco，OK，、okay, 都19岁。我是子柔，20岁。子柔20岁，不错，很棒哎。我们向下加。觉得他们战舞有没有展现原住民的爆发力跟力量？有，太好了。他们只有排练一个礼拜哦，就可以呈现出这么棒丽与美的舞蹈。那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是让你们去休息，我要请编舞者，因为怎么那么厉害，消失126年，这个编舞
的这个舞蹈、哦、来自国际局，国际局，国际局。没关系，刚刚有国际级跟高级连在一起，就变成国际局、哦 okay, 所以是巨高级，好不好？我们请这个热情欢迎我们的编舞者，好不好？有请老师。又那么年轻，他是我们旅美的舞蹈家，你比我们像话吗？来，现在中间来坐，不是坐坐坐，来坐坐坐，自己家来坐坐坐。我往前一点，很厉害耶！来说一下你的想法。第一次受邀编唱这个萨奇拉族，就是从战舞，然后到战，然后因为他们之前一百多年前有一个清兵入侵，抗清的这个战争的过程，是。我想要为什么会选全部都是女孩子的原因，是因为就像刚才新刚讲的，就是不只是女孩，不只是男孩子，女孩子心里也要。要存有这种就是坚强坚毅的这种心情，真的准备随时上战场，是心情，没错，哇哦，生活就是一个战场，天哪，我从没说的去用这个坚毅的心情去面对，这样你编舞编到我从刚刚到现在一直起鸡皮疙瘩到现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谢谢。然后这个新刚这一段，他这个是其实我们这个在之前在台北市戏剧中心，戏曲中心我们有一个表演，也是火神记的表演。那我们即将在9月份会把这个火神记2.0搬到花莲去，哇哦，媲美百老汇。你到时候我们可以哪里搜寻，然后可以知道花莲县政府哦，搜寻花莲县政府火神记，你们将会看到一个非常国际，然后非常具有传统文化结合西方的融合的一个火神计划。所以老师的名字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是少驹，大家好，我是博，松柏中心的博。谢谢你帮我们，谢谢大家喜欢我的作品，喜欢，热烈的掌声。谢谢帮我们萨奇拉族原貌完全的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。九月电影的话，加入一些灯光，有一些不同的元素，那会更，我相信会更加的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编舞老师，国际局的哦，谢谢，还有我们刚刚开场的凯文老师，哦好，阳光红乐团，我们乐队，我们在这边跟你敬鞠躬礼，谢谢老师，也谢谢我们的心肝，要主持又要跳舞，对，没问题的。哇，我们向下扎根，向上成长哦，让每一个孩子都不要忘记自己，不要忘本嘛，不要忘记我们来自哪里，真的。那接下来的。